我是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。防范 COVID-19 疫情，我国自1月15日起加强入境旅客居家检疫措施。如果您去入境我国，请提供搭机前3日内检验报告及检疫居所证明。检疫居所请以防疫旅宿或集中检疫所为主。您可上网参考防疫旅宿专区网页，或拨打各县市防疫旅宿联络窗口电话咨询。如果您希望在家中进行居家检疫，必须一人一户，家中不可有非居家检疫对象。有政府，请安心。资讯由疾管署提供。